圣诞好家在，一人带一菜，一起过圣诞，礼物换一换，惊喜不间断。没错，这是我们12月22号礼拜天圣诞节主日，时间是12月22号礼拜天上午10点半到下午2点20分，大家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过圣诞。当天我们的爱宴是一人准备一道菜，在右上方有个 QR code，可以大家用手机扫进去，一起来认领。6岁以下不用准备，国小到高中的学生可以认领80元的食物，大专成人要准备100元以上的食物。除了爱宴，我们也有交换礼物的活动，我们的礼物金额是准备250元以上的礼物。那我们的交换对象会是用抽签的方式，下面有个 QR code 报名表单，可以大家扫进去。那我们新朋友的礼物呢，我们会开放让大家来认领。我们相信当新朋友收到你的礼物的时候，会感觉回到家被神的爱触碰。报名截止日期是12月9号星期一。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报佳音，所以我们也会有淡水圣诞大绕境。那我们有为大家准备一个舞蹈，12月8号礼拜天，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点半，我们在教会的5楼要邀请所有的人一起参加。那我们绕境的时间，也就是报佳音的时间，是12月22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到4点半。另外，12月24号礼拜二的周二祷告会，我们会去报佳音，7点到8点半。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。除了欢乐的圣诞节，我们也为大家预备了客厅跨年祷告会，时间就在12月31号的礼拜二的晚上9点到12点半。我们会在教会的5楼大堂一起用祷告敬拜来迎接2020年神新的工作。最后，天国文化 Bill Johnson 特别聚会，时间在2020年1月10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9点半，在台北林良山庄。当天我们学生崇拜会暂停，会一起前往林良山庄聚会，因为座位数量有限，所以我们会有保留席。如果弟兄姐妹想要前往参与，聚会结束后可以到布告栏填写报名表，我们将会为您保留位置。而1月11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，还有5点到7点，也都有聚会，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。